大家好，我是本期新闻种草官邢冲。9月1日，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开启试运行，将于20日正式开门迎客。这意味着中国南迪士尼北环球影城的双强格局已然形成。在此情况下，本土主题乐园应该如何转型突围？软硬兼施，或是经营之道？软是要有文化软内涵。被认为世界主题乐园天花板的迪士尼和环球影城来到中国，也都充分融合了中国文化元素。上海迪士尼小镇将传统石窟门等建筑风格融为园区设计，展现中华艺术造诣。北京环球影城光影形式的中国古代神话守护者，纪念功夫大侠的大型花灯，都凸显着浓浓中国味，这更给了本土主题乐园启发。因为主题乐园不仅是旅游产品，更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国际主题乐园尚且如此，本土主题乐园更要发挥本土优势，深入挖掘本土文化 IP， 才能更好实现突围。硬是要有过硬的互动设施。环球影城内诸如互动魔杖类的高科技设施充满趣味体验，而迪士尼乐园不乏许多虚拟现实技术，将科技融了游乐设施，打造有创意的沉浸体验，是主题乐园实现突围的硬实力。同时，主题乐园还要做好餐饮、住宿、休息等配套服务设施，例如无障碍的服务、童车轮椅租赁处、呼音中心等，同样都是必备的硬条件。只有想在游客前面，才能给人全方位的良好体验。软的文化是灵魂，硬的设施是骨架。软硬兼施之后，本土主题乐园何愁不能叫好又叫座呢？